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李克李医师，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中医的急救穴位。当中风发生的时候，中医通过急救可以避免对患者大脑的严重损伤，利于这个今后的康复，避免严重的后遗症。所以说中医在这个中风急救这块，如果抓紧时间，在这个发生这个脑部损伤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之前进行救治，避免这个脑部的损伤造成后遗症。这个医案呢，是台湾国医大师董延龄的一个医案，是他救治中风急症的一个医案。患者呢是他的老朋友毛老，当时呢是85岁，他也是一位研究医学的一个学者。发生在2015年1月25日凌晨3点，那么在台湾这个时节呢也是比较冷的。当时呢毛老起来这个上厕所，突然就觉得头昏眼花如坐舟船，然后恶心呕吐，双耳呢听力消失，发病比较急骤。这个当时他的夫人呢就打电话给董老求救，董老呢驱车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到了他们家。当时呢看到毛老呢已经神志不清，面色苍白就感觉他的面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很差。当时董老呢在摸他的头，就发现呢百会穴附近呢非常柔软。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下，百会穴啊或者整个头呢就是头皮和脑壳，不会有软的感觉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血已经冲到了这个头皮那个地方了。我们知道头部的血液是血管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呢毛老呢还没有冲破脑血管。当时这个诊他的脉呢是红石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这个阳气啊这个非常盛。当时董老呢就在他的百会穴这个针刺放血，滴出7-8滴黑血，同时在他的耳尖也是针刺放血，这样呢主要是降低他头部的压力，不让血管爆掉。当时呢毛老就感觉好一些，但是呢还是听力这个不行，就在他的耳边呢就是耳的听会这几个穴位又扎了一下，同时呢给他脚底的涌泉穴扎了2针。这个呢就是要引火下行，壮水镇阳。毛老说通过董老的救治呢，就是当时感觉就好了很多。如果去大医院这个叫救护车要等，再一路奔波，他觉得他不能够承受，到了医院可能还要这个花时间再检查，那么这个时间就耽误太多了，可能血管就要爆掉。那么通过这个董老这样救治以后呢，又过了几天他又去医院进行调理吃一些药西药等等进行这个救治。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呢，他就基本这个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，没有任何后遗症。但是同时呢他说在他这个事情之前呢也有这个医界的朋友发生中风，然后去到大医院救治，这个不幸呢离世。所以说中医在这个中风急救这块，如果抓紧时间，在这个发生这个脑部损伤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之前进行救治，避免这个脑部的损伤造成后遗症。董老在他的病历里面呢用了百会和涌泉。那么百会呢它的别名呢是三阳五会，是在颠顶之上位于督脉，就是这个正中线和两耳尖这样画一个交叉，这个交叉点你摸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，就是那个穴位。手足六阳经还有督脉肝经交汇的地方。那么这个穴位呢可以平肝息风安神醒脑，因为毛老发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肝阳上亢，血一下涌上来了，那么通过针刺它刺络放血呢是泄法，
把那个过剩的阳气给它卸掉，同时呢，它还可以提升阳气。就是如果你用古法，好比灸法，如果这个人是像那个中气下陷啊，表现就是内脏下陷，像胃下垂啦、子宫下垂啊，哎，经常灸一灸这里，可以把阳气提升上来。所以它是可以双向调节，泻的时候平肝潜阳，那么补的时候呢，就提升阳气。所以它可以治中风、癫痫，还有惊厥，还有内脏下垂，这就是百会穴。下面讲呢，涌泉穴。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，它在这个脚底，就是我们脚掌啊，有一个人字沟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好比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在人字沟那个分叉的地方，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呢，它呢主要是足少阴精气由此而上，像泉水一样涌出。因为肾经嘛，就是主水的，所以呢叫它井穴，是泉水涌出的意思，故名涌泉穴。它的功效呢，就是能泄热降火、开窍，然后呢这个疏厥，就是醒脑开窍吧。嗯，其实呢，就有的人嘛，肾阴虚，就肾阴火下行，他就会感觉这个双足啊特别热。我就是碰到一个患者，就是他觉得那个脚啊，恨不得每天踩到地上要凉一下，他才能受得了。给他扎涌泉穴，哎，就是引火下行，就是实际上就是壮水镇阳吧。滋他的肾阴，所以他就感觉，当时就感觉那个脚底没那么热了，效果非常好。那在我们这个急救上呢，实际上就是通过壮水吧，滋肾阴，壮水镇阳，引火下行，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急救。那么中风呢，一边可分为两个类型，一个是缺血性，一个是出血性。那么缺血性呢，一般就是可能是由于血管的堵塞啊，有一些血栓啊，这个在通过血液循环到了脑部，这个堵塞了血管，使得呢大脑的细胞不能够得到血液的供养，丧失它的功能，这是一种。再一种呢，就是像很多人高血压啊，或者是肝阳上亢啊，中医认为这个相火上奔，然后呢就是冲破了大脑这个动脉血管，那么出来的这些血呢就会压迫到神经，也是会造成这个神经功能的损伤。那么我们知道中风呢，如果就是救治不能及时的话，它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后遗症，因为大脑的细胞损伤啊，这个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，那么拖的时间越久，它这个损伤越严重。今天关于中风的话题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